在浩渺的金石宇宙中，印章带来浓墨重彩，方寸之间刻画着真挚的表达，连接起世界万千。印章是情感表达的载体，当下我们愿意留下什么印记，当中是否也有你的心声？让我们背上印谱，走到城市街头，去听一听大家的答案。我们跨越了全国三个城市，历经了九天，收集到了156个珍贵的印记。我们呢，就是想要在这一本《金石中国新印谱》上印上更多市民的一些印记。这其中，有些承载着与亲人故土的温馨回忆。希望他健健康康就可以了。那爸爸呢？康康健健。我从小这儿长大，特别希望把这个印刻文化能够传承跟发展出去。好有意义。有些记录着与伴侣的甜蜜瞬间。It's a recent love from France. Oh, okay, okay.我们两个人的指纹可以印成一个爱心的形状。我们就是跟共和国同龄，结婚50年。哦，金婚哎。有些铭刻着与挚友的深情厚谊。Yes, my friends. 我喜欢北京，也喜欢我的朋友。而有些则与生活、工作紧密连接。我当年是从部队回来，当年的退伍证跟现在的这种退役军人的优待证，应该算是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印记吧。你还想干啊？还想干。像梅花。这些印记化作万千连结，诉说着一份份真挚的情感。铅笔既是我学画，又是我职业的一个工具。我们这个工艺到我这一代是不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它太可爱了。我们发现，任凭时光流转，情感就是亘古不变的印记。今天我们将以情感连结为业，一同揭开印章那感性而浪漫的一面。风华正茂，金石今生，金石中国心，让我们一起以印画心。欢迎各位来到浙江卫视《金石中国心》，我是沈涛。吴越名城，印信临安。本节目由杭州临安特别支持。上 Z 世界金石中国心部落开启金石印记时光展，与西陵名家共画篆刻之韵。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本期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心的老朋友钱文忠老师。刀通古今，印画人心。我是钱文忠。让我们欢迎西陵印社副社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卫祖老师。印里印外，心心相印。我是孙卫祖。欢迎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西陵印社副秘书长沈浩老师。一印言志，一印寓情。我是沈浩。同时我们也掌声欢迎一下来自各行各业的各位金石爱好者，欢迎大家。在此之前呢，我们节目组啊做了一个社会调查，收集到了156个印记，线条交错，图形交叠，每一个印记简单却又不简单。他们的背后既连接着一段段紧密的关系，也包含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更承托着一份份真挚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印章所连接起来的情感世界，在印里面去感受丰富多彩的情感，在印外品味与天地共呼吸的精气神。
在这儿也想问问各位老师啊，老师们理解的这个相生相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相生相依在我的心目中看来就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关系，彼此依靠，彼此关联，共同生活在这个时代或者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能孤立而独立的生存。嗯，这是一个整体。对对。今天的主题是金石印章吧，所以呢，首先还是谈印章跟我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当印章盖在我写的作品的这个上面的一刹那，它就确立了作品与我的最紧密的联系。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一种信用，这是我的。那么，如果说碰到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们朋友之间相互送一方印章，就让我们两个朋友之间的感情啊，因为这方印章而又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多重的表达。这个印章，它和社会，它和每个个人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可以说它是融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于内于己，于外于友人，与整个社会世界都有关联。说到这个相生相依啊，我想到了和印章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宣纸。刚刚沈老师也说了，盖在我作品上的时候，其实就是盖在宣纸上。宣纸呢，作为印章展示的舞台，而印章为宣纸增添了独特的韵味，这两者啊，恰恰就是相生相依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金石的爱好者，他呢来自于宣纸之乡，同时还是一位00后啊。别看他年轻，但是他一直在坚持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他是刘宇，让我们掌声欢迎他。老师们好，这是我带了伴手礼，宣纸。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孙老师、钱老师、沈老师。谢谢谢谢，没有没有，不用。请坐请坐，刘宇请坐。谢谢，感谢啊，谢谢刘宇，又用心又有特色的这个伴手礼。问一下刘宇啊，为什么会选择宣纸作为伴手礼送给大家呢？小的时候我在外婆家的时候，然后外婆的这个院子门口呢，会有一个村的人都在做宣纸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蒸檀皮。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记忆当中的味道啊，都是蒸檀皮的那股清香味儿，然后那个白烟就会飘到整个村子里面都是。所以我觉得宣纸一直是在陪着我长大的。嗯，陪伴你长大的，上面写着特皮四尺半切，你是特皮的那种吗？我有点皮。谢谢刘宇带来的礼物啊。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宣纸和印相生相依，也想问问刘宇，你是怎么来理解这个相生相依的？我心目当中的相生相依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亲情。对于我来说，它是融入在我们的血脉当中的，不可割舍的。所以对于我来讲，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母亲。首先想到的就是妈妈。是的，你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情感纽带，从出生那一刻开始，这一生都不会再被割裂开了。是。自古以来呢，其实这个就是无数文人墨客热衷于探讨的一个主题啊，篆刻艺术也不例外。很多文人雅士都会为至亲至人去刻印，这是表达他们内心的期盼和祝福、鞭策与勉励。这样，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大屏幕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印啊，我们请孙老师来为我们讲讲这些印吧。这个中国的文人篆刻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它和我们的人、人心、人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可以抒发我们内心的真实的情感。那么像这个墙上，我们出现了一些印，都是一个时期，一个文人。或者一个篆刻家啊，要表达自己情绪、心愿，或者是某一种念想和一种惦念，这样一种情感的一个独语的空间。在屏幕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一组印章，它的时代有一个非常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南北宋之间，那个由于战乱的原因，造成了很多家庭离散，
亲人离散，朋友之间离散，那个所以那个阶段的诗词，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的篆刻，也很鲜明的体现那个时代的一种情感的特征特色。你比如说这里的云间千里夜，坐下一行书，包括我们小时候读书读到的烽火连天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都是和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情绪联系在一起，跟个人之间的悲欢离合联系在一起。像这个望风怀想，对远方的亲人包括朋友啊，这样一种思念之情，他无法用其他形式来表达，那用书信包括用印章来寄托这样一种无法抑制的那种惦念之情。实际上通过这个印章也反映出我们这个篆刻艺术很早就和整个社会和我们的人心连接在一起，所以它不仅仅是个艺术品，实际上还是一个社会包括文人在内一个情感的依托。从这个家书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亲人的思念以及那种家庭的团结，也有不少家庭呢会用文字这样的形式把整个家族的精气神给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不论是文字化的家风，还是家中长辈的言传身教传递的，都是一个家庭的价值的取向。而近代呢，有不少的印人会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家风文化当中去取材。在大屏幕上也看到了一方印，这两个字儿应该是家风吧？三让家风。三让家风。这是有典故，在我们传统的美德里边啊，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谦让。三让天下最早讲的是什么呢？周朝的老祖先叫古公亶父，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泰伯，二儿子叫仲雍，三儿子叫季历。但是呢，季历这个老三啊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名声太大了，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开了周代的整个几百年疆业的。那么这个古公亶父如果按照当时的宗法，他必须传位给长子，那就只能泰伯得位了。但是呢，古公亶父呢特别喜爱他这个孙子，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实现不了的。那那个时候作为大哥的泰伯感觉到自己的父亲想选择自己的侄子来接位，泰伯就带着老二仲雍，有的说是上山采药的机会就躲起来，躲了以后不回来了，这就是一让。这样的话呢，古公亶父就只能把这个位置传给自己的三儿子，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传给姬昌。第二次的让呢，古公亶父去世了，那么季历呢就要把这两个哥哥找回来，他并不想接这个位置，因为他觉得这是违反宗法制度的。那这两个呢又跑了，这就是二让。那这一次呢让得更狠，因为怕弟弟找到，就跑到了今天无锡这一带的一个地方叫梅里，就在这里建了吴国。后来吴国我们知道在春秋时期是个大国，而江浙这一带开始逐渐培植起地域文化的深厚土壤，是从周那个系统过来的。那么久而久之，那个季历也死了，季昌继位了吧，季昌就要找自己两个伯父找回来，我才把位置传给你，再让一次，三让。这是中国传统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啊。原来是这样的三让哈，我们也请沈老师为我们来赏析一下这方印，好吧。这方印章呢是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叶未明先生刻的。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端庄浑厚。叶未明先生啊刻印啊，他讲究与古为图，印中秦汉，强调啊就字画要笔笔须有这个出处，所以他的白文印章呢一般总是取法汉印，显得浑厚平稳。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大家都知道是吴昌硕先生，但是呢创社呢却不是吴昌硕，而是丁普之、王福安、叶未明和吴颖四位先生。
四位先生啊，在1904年因为志同道合到孤山啊买地建宅结社，他们四个人呢，后人研究啊对他们有一个评价，就是讲丁甫之先生他有定位之功，王帆先生呢他有标示之计，叶维明先生呢他有守护之劳，吴颖先生呢他有经营的能力。四位先生这样为心灵一社的建设出力，但是却相互谦让，自己都不愿意做这个社长，而请来了吴昌硕先生，这也体现了他们身上的那种至德的啊为才的这样一种品质。嗯，基本也属于人均得让三让了，这十年下来的话，那肯定。所以这个三让家风这方印章啊，是和这个内容和他们的为人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嗯，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王福安先生的作品，像这王福安先生这一篇《鹿里家风》，这也是有家风两字的，其实也是强调一种历年以来啊传承不绝的一种家风。鹿里先生这是一个人的号，本来这个人有名字，姓周，叫周树，这是汉初非常著名的一个隐士，同时呢还有东园公、以礼记、夏皇宫等三个老人跟他一起叫商山四号，平时非常的淡泊，品德高尚，名望很高，但是真正在历史上有名是跟一件事情有关的。刘邦不是有个太太吕后嘛，这鼎鼎大名嘛，那当然太子应该是吕后的儿子了，但是刘邦又特别喜欢戚夫人，这也很有名，他想传位给戚夫人的儿子，那这个时候吕后也没办法，吕后惹不起刘邦，就把这四位老人家以鹿里先生为首的请来辅佐太子。刘邦一看，哎呀，太子居然连这四位老人都来辅佐他，刘邦就打消了传位给戚夫人的这个念头。当然这个鹿里家风呢，其实还有一点可说的，过去啊就姓周的传统的老家族啊一般都有一副对联，上联叫鹿里家声远，下联叫怜惜逝者长，怜惜就是指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那上联讲的是鹿里先生周树，这是都被周家视作是自己尊敬的先辈，那么周姓的后代都非常非常的珍爱，非常非常的尊崇鹿里家风，这方印应该是给一位姓周的人刻的。王福安先生是现代中国印坛上非常突出的一个流派的宗主，他的印风呢，当然是也是从宋元的朱文和秦汉的白文里面发展过来的，同时又融合了浙派和皖派两家的特点。那么从他的篆法来说呢，非常的圆转流动，可以说把那个原朱文的这个风格啊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那一个境界。那么另外一方面，他的白文呢，从汉代的白文里面又用浙派的刀法融入进去，所以使他的线条啊特别凝练，而有一种书法的欧乐痕的这样一种感觉的渗入。因为我非常喜欢铁线篆，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王福安先生的印，而且呢王福安先生是非常喜欢刻印，但是很多人呢看到他一个很奇怪的，他躺着都要刻印。哦，实际上我认为他躺着都能刻，因为老一辈啊功夫深，所以据说王先生46岁的时候，因为有一次啊去拨电风扇开关的时候触电了，病愈以后呢，他只要伏案用功时间一久，他就会感觉到头晕，因此王福安先生刻印他是躺在藤椅上的，躺着刻，右手刀，左手石，小指上挂个小镜子，因为他要看一面，两手悬空，这个功夫厉害，躺着都能刻印。我跟刘宇躺着就能睡过去，没错，除了睡过去其他都不行啊。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大屏幕上也有不少这个王福安先生的印哈。
问问刘宇，你一眼看过去，你比较喜欢哪一方？我选择那个有蝴蝶那两个字的，蝴蝶不传千里梦。哦，对这一幅，哇，我就感觉让我想到了庄周梦蝶的故事。然后看到这个章呢，我就觉得很轻盈，嗯，然后但是又好像透露着有一种思乡啊，有一种哀伤的这种情绪在里面。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啊？这个艺术品的欣赏啊，有时候跟欣赏者本来的心境是有关系的啊，这也是审美中间的一个特性之一。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体上您说的对，王帆先生的这个原著文呢，可能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是啊，他那种线条的委婉而又有力感，把中国这个篆书书法那种柔劲结合在一起，是做了一个突出的一个表现。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他的词意，想到了庄生梦蝶这样一个典故，那么实际上词意也是中国篆刻艺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内涵。假如没有这样一些文学的元素的介入，没有这样一些词语的打动人心的地方，它光是一个技法、一个篆法、一个刀法的话，那可能是它是比较单薄的。我刚才还说了我喜欢铁线篆，嗯，这一下看到两方白文，嗯，钞票好东西。越不聪明越快活，我现在又喜欢这两方。铁线篆不喜欢了。跟心境有关，跟意愿景有关。是钞票好东西，越不聪明越快活，就觉得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不光年轻人，我不年轻了，我也喜欢这两方。其实越喜欢这种啊，越证明你可能处于一种相对放松的生活状态当中，你可以把一切的生活用一种偏调侃的语言来互相的沟通和交流。我就觉得作为这样一位大艺术家，这样一位大家，他非常有人情味儿，对，非常温暖。这个叶维明和王凡先生都刻过家风印啊，问问沈老师，为什么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印人他喜欢刻这个家风印？因为家风呢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更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延续。印人们呢，我想可能有更多的是以印言志，以印托情，希望呢用篆刻家风这样一个内容呢来传达和弘扬我们的优秀的家风，另外呢也勉励自己啊，这个激励后辈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样一种志向。问问刘宇啊，到目前为止已经听了不少的这个家风和家训了，你觉得在你家里啊，你的家庭当中对你个人影响最深的是什么？说到我的家风啊，那其实蛮特殊的啊，我觉得我和我们家所有的长辈啊相处得特别像朋友。从我小的时候学舞蹈开始，到现在从事歌手演员这个行业，他们都没有给我很大的建议，都是让我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决定，不会让我有很强大的这种拘束感。但同样他们也会在该引导我的时候去做出正确的引导。我们平常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时候录一些视频，我也会带着我妈妈一起跳舞，带我妈一起唱歌，真的很像朋友之间的相处模式。所以这是我的算是比较独特的一股家风。虽然我和我父母的感情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从小没有他这样自由自在。像刘宇这个家风啊，其实古人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有一方印叫子孙非我有，委退而已矣。这句话呢来自于庄子，也就子孙虽然是比如我是我父母养的，但按照庄子的观点来看其实没什么关系，是天地给了你一个肉体而已，只不过偶然降生在你这个家里。你不要对儿孙认为他传承了你的血脉，你就对他有要求，要怎么样让他自由自在在天地间成长。这方印啊，就是钱老师帮那个刘宇选的，你要不要近距离去感受一下？可以。
沈老师，我在这看了半天，我也不是很懂，所以我想请教您，可不可以给我讲一下如何解析这一方印呢？好，哇，谢谢老师。沈老师来了。在这里，首先呢，我觉得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刀法是非常劲健，所以能够造成干净的线条，中间呢，但又他又不乏那种温润的感觉，所以呢，方中可以讲玉圆，而这样的方中玉圆的特征呢，它又和它的结构的啊这种处理方法呢相吻合，另外呢，空间呢又比较匀称。而这种空间的匀称，它是采用了有一些盘曲的方法啊，比方说子字、乙字等等，稍加盘曲，让空间呢就略显得均匀。但这种均匀，它又不呆板，是均匀与不均匀之间产生一种和谐的美感啊。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这个篆刻家啊，他是把这种巧思啊孕育在啊他的那种高超的技法中间。嗯。古人的风骨遗韵呢，都特别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品味啊。孔明诫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生动而深刻的家风箴言，蕴含着丰富的人生的智慧，这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了。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带来了他们家的家训印。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国家级非遗项目鸡血石雕传承人钱有杰老师。大家好，三位老师好，我是钱有杰，来自浙江临安。我们现在的吴越钱氏啊，其实是我们五代十国吴越国的创建者钱六的后裔，到我这里已经是第37世孙了。和刚才几位老师提到的这个三让家风、陆礼家风一样，我们也有自己的钱氏家训，并且在2021年被列入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第一个国家级的家训非遗项目。想问问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家训创作成为印章的呢？我从小在临安出生长大，那边盛产的昌化鸡血石啊，是我们中国四大名石之一，而我的父亲啊，就是一名鸡血石雕的一个非遗传承人钱高潮。然后我的父亲总是想着不能让家训躺在博物馆里，必须要为家训的一个传承跟保护做点什么，于是他就把钱氏家训全文的635个字刻成了上面这个四方印章。然后受到他的启发，我也将钱氏家训的16字的核心勤俭为本、自比分烹、忠厚传家、乃能长久，也刻了一方昌化石的印章。嗯，谢谢您的分享啊。钱老师也是钱氏后人。是是啊，您是第35世。35世。对对。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理解的这个钱氏家训吗？吴越钱氏的发源地大家都是临安。那么这个家训呢，从吴越王开始，钱镠开始就有家训。但这个家训历代都经过各位前世的先辈啊，有征改，有改撰。这个家训是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前世长辈啊，在改定的。他的名字呢叫钱文选，字世清。他们以为现在这本家训就是吴越王的，其实是经过世清公改撰的。现在的前世家训，他一方面非常传统，因为钱镠王的底子；第二方面呢，他还是按照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分章，但同时他有一种非常现代的气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人。他在英国的时候就感受到英国的这个科技发达，他发现英国的航空有气球、飞艇，有各种交通，他就回打电报回那个时候是北洋政府，要求派人到英国学飞机驾驶。所以中国第一个飞行员叫厉汝彦，就是因为世清公他亲自把他送到飞机场看飞机制造、学习驾驶，还专门为他问北洋政府申请了200大洋以及官费供他学习。所以他是非常开放的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有极致的人。咱们现在不是经常讲某种白酒
在巴拿马获得金奖吗？然后这个白酒呢，大家都不注意，因为酒太多了。有一个中国人上去一脚把那酒瓶子给踹破了，于是酒香四溢。那洋人就注意了，哇，中国白酒那么香，就给了金奖。踹这一脚的就是世庆公。这位老人家到1957年才去世，晚年修桥铺路，在老家捐钱办世庆小学，然后家乡的这些穷苦人家子弟啊，都有他包下来的，送去读书什么的。所以他给后来的钱氏族人留下了最新版的一个钱氏家训。现在钱家祭祖的时候，所有的人要肃立恭送，要背诵他家训的，就是世庆公的家训。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这部家训。嗯，故乡对于我们来说呢，不仅仅是渐行渐远时还可以时刻牵挂的味道，也是我们乘风破浪以后想要回归的港湾。我们和故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实也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先天的连结。想问一下孙老师啊，古往今来的那么多文人印当中，有没有这种表达故土情结的印？这方面的印啊，在那个唐宋时代已经出现了。嗯，那时候最早反映在篆刻里面呢，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把自己的籍贯刻在印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唐代宋代元代都有很多，后来到了明清以来啊，那个印章里面就更明确的说我家在哪一个具体的地方，甚至在印章里面描述，简单的描述，概括性的描述自己家乡的一些风物人情，是吧？包括自然景观啊，那么成为那个文人书画作品中间啊经常使用的地方。这种使用这种印章的本身，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眷恋的情怀。现在大屏幕上已经给出了那么多方的这个家系列的印章哈。问问刘宇哈，如果你第一眼看过去，哪一方你觉得最有感觉？我觉得是这个家在齐鲁之间，对吧？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刻法吧，感觉很大气，很磅礴，然后又说了齐鲁是山东，对吧？看就觉得让我有一种和我的风格不太同的感觉，所以第一眼吸引到我的就是这个家在齐鲁之间，嗯。这方印是高峰焕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啊。高峰焕本人是胶州人，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有很高的造诣，篆刻也是他的长项啊。那么这方印呢，有一种非常粗犷的气氛，是吧？那么我们看它的线条本身有些残破，增加了这样一种风格的渲染，是吧？整个布局来说呢，也是匀称而又在线条上体现出变化来，是吧？它里面的那个文字的疏和密啊，它照样还是占了那个六分之一的比例。那么从印面上看起来，疏和密之间呢，还有一些非常恰当的一个对比，是吧？增加了这方印的视觉的冲击力，而且这方印本身也比较大，盖在书画上可以说呢，也特别的有一种壮美的那样一种震撼力，和刚才我们看到一些秀美的作品啊，正好是两种不同的格调。是这个高峰焕的人生是有传奇的，嗯啊，他的艺术生涯中间分为右手和左手两个阶段，嗯，这个时间节点呢，大概是在55岁左右。他一方面呢自己得了痹症，啊，风痹症。另一方面呢，又祸不单行的受到这个两淮盐运使的一个案件的牵连，他被这个诬告，然后呢下狱，自己啊身体的状况，在这样的一个打击下面每况愈下，以至于右手失去这个书写的能力，但是他也很快从这个变故中间啊重新振奋起来，啊改为左手。所以有一方非常有名的印就丁巳残人，包括其他他还有啊左臂啊，一臂丝扛鼎啊等等这种印章啊跟他55岁之前的印章略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反而显得更顺其自然啊，更加的这个有
神来之趣啊。嗯，问问刘宇哈，如果你刻一个家系列的这个印章，你会刻些什么来形容你的家乡？我家乡有很著名的景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刻的话，我会有一个很有诗意的刻的一个想法，叫家居桃花潭畔。哎呦，嗯，对，桃花潭，对，就是在我家桃花潭，嗯，桃花潭畔。从前呢，印人们刻章以慰藉独在异乡、唯一刻的思乡之苦。那么今天在我们金石的爱好者当中啊，有一位女生，她做印章是为了干嘛呢？吸引外乡人，名字叫青锦。嗯，大家好，我是青锦。现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一种旅游的方式，那就是集章式旅游。通过一个小小的印章，你会感觉和这个景点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连接，所以我就和我的伙伴们一起来设计了一套专属的套色印章。那今天这个青锦也把他们做的套色印章带到了现场，我们请你向各位老师一起来展示一下，我们也体验体验好不好？来，有请。好，家伙事摆好了，刘宇体验一下吧。我来吧。来都来了。好啊。这么多。嗯，这个印章的话是由8个印章来组成，嗯，然后你单独只敲一个印章的话，只会有一些比较碎片的小的色块。嗯，当你把8个全部都敲完了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图案，会有点像开盲盒一样的感觉。哦，真的。嗯，可以体验一下。嗯，然后一个一个敲过来就可以了。对，然后嵌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印一下。喂。哎，有颜色了。对，现在是一个绿色的碎片。嗯，第二个。哎，这个怎么也是绿色？有深绿和浅绿，对，有2个绿色。哦，真的。第三个。对，然后这是一个黄色。黄色。对，这是一个玫红色。玫红色。嗯。红色，哎，海岛第一村。对，这是我的家乡。哇。哦。已经快了，快接近了。丰富多彩的很哈。嗯。对折，最后一个了。哇！哇！8个章敲完了，就是一个完整的图案。哇！海岛第一村，团结水库。哇，上面好多元素。对，上面画的都是我们那边的一些景点。嗯，等于是你们当地的一张什么游览导图是吗？这算是？对对对，可以根据它去游玩，哦，去了解我们当地的文化。哦，这个地方放1号章，你得跑完8个景点才能盖全。哦，打卡形式，对吧？对，这是为各个景点引流啊，对，对不对？这个体验感太棒了，这就归你了，下次你去就拿着这个找地儿玩去。行行，我收着了，谢谢。好，谢谢谢谢。青锦将自己的爱好与家乡相融合，今天现场的金石爱好者当中就有一位。他把自己的爱好和工作相结合，把篆刻艺术和爱国情怀相融合，创作出了非常磅礴深情的作品。徐警官，我们也请您来展示一下您的作品。我是来自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的徐龙苗，我非常喜爱篆刻，这20方印章是我用业余时间创作的，以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为印面内容的组合章。这一眼看过去就会发现每一方的字体都是不一样的，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20方章就是字体都写用了不同的方式，我尝试了用汉印、九嫡篆、鸟虫篆，还有圆珠纹等多种颜色篆刻，每个章用珠纹、白纹相隔，这样呢是表现色更加丰富一点。这个九叠篆和鸟虫篆是什么？孙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知识？这个中国这个篆刻艺术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中国的汉字啊，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间有各种各样字体的形成。那么这些不同的字体形式啊和书体形式啊，都为篆刻艺术更好地表现它的感染力，表现它的审美价值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文字基础。那么说到那个九嫡篆和鸟虫篆呢，这两种篆书呢，也是我们整个文字演变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两种字体。嗯，它从那个北宋开始一路下来，一直到清代为止，
官印主体就是用九叠砖啊。那么通过这个九叠砖呢，那个一方面使得印面啊比较匀整，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种神秘的感受啊，可以比较恰当的反映出一种权威感来。那特点就是把文字的线条尽量通过曲笛的形式把空间都填满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呢，这种感受啊就和我们特别明白易懂的文字来说呢，他就不一样了，他觉得就是一种比较神秘的更权威的这种感觉。哎，那么这个鸟虫书呢是一种美术化的字体，大概从汉代开始啊就出现在印章里面，更早时间呢出现在青铜器铭文里面啊。那么很明显这种文字不是表现权威性格，而是表现优美，表现出当时的一种审美情趣，就把文字看成是一个可以加以美术化的这样一种表现。那么就用鸟的头甚至鱼的那个形体加入到笔画里面，用通过这个动物形态啊来表现笔画，也给人一种非常曼妙的一种审美感受啊。这两种应用啊，因为文字的区别成为两种不同的印章形式，印章风格类型，也是我们中国篆刻艺术这个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的一个部分吧。谢谢孙老师哈。其实徐警官，我感觉您非常厉害，那么多的这个篆刻的风格您都信手拈来，您是怎么喜欢上篆刻的？其实篆刻是一项考验内心和定力的细活，印章之间体露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与我们公安工作者精神是相通的。我们公安工作者打击破案、服务人民、治安管理当中呢，也需要内心和定力。所以我想通过篆刻呢，把这个表现形式弄出来，体现这个工匠精神。那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在创作的？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想刻一方圆的长鲁词，年年入后心，这是唐代鲁兆龄的诗句，我想表达就希望人生年年繁华，祖国年年繁荣，年年有新的气象。可能很多朋友注意到啊，就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就是我们要从特别是从韩国迎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战士的中骨，要迎回来给予礼葬啊。我很偶然地注意到，因为随同志愿军战士的中骨移交给中国的还有一些他随身的物品，里边有好几枚是印章，就这些战士啊，当然已经时间长了就剩下了骨骸，但是印章依然伴随着他，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印章大致知道这位烈士是谁，不然我们就这等于是无名尸骨了嘛。所以看到这些印章一起和中骨被回归的时候啊，我内心真的都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正是这些印章还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位烈士叫什么，如果没有这些印章，我们连他们的姓名恐怕都不知道。我们如今的国泰民安离不开那些守卫国家为人民浴血奋战的战士们，这样也可以让我们把他们记得更深，记得更紧。是。山河千里，镌刻出满满的心意，乐音婉转铭刻着茫茫的思念。那接下来刘宇将会带来一首歌曲《岁岁易安》，带大家走进他心心念念的家乡。做光影，看韶华不尽有一片春意。
浮云预留半阙思绪，岁月斑驳起舞万家同鸣，尘埃落定将回忆都化作光影，看韶华不禁有一片春意。感谢啊，谢谢刘宇。今天呢，我们翻了一封封的家书，感受到了千里共明月的殷殷期盼。我们越过了一座座山河，在印人刻画的家乡当中，唤起了绵绵的思念。下期我们将继续通过印中的情感连结，一同探索印章里相遇相知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实天实力。上微博参与金石中国新话题互动，和网友一起在线追踪，赢更多惊喜福利。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金石中国新节目精彩内容，早知道。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金石中国新，关注精彩内容。上 UC 浏览器参与浙江卫视金石中国新热聊。作为中国人来讲，始终希望有朝一日这两张画能够合并。